八呀八呀，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又拔，我没拔过牙呀，我头一回拔，拔俩智齿。上回要拔的时候头晕了，给我打完麻药以后，我整个人晕了，不行了，血压低了，就没拔成。这回再来一把。但我仍然得到他了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让我的小蜘蛛少死一个吧。这把先分析一下对面的阵容啊，哪个位置比较好干克。我们家三路只有中路有空，但是中路呢要打个猴。哎，这波可以去试试啊，这猴可以杀。我不知道这莫甘娜到底在干嘛，我马上到的人。AW 截屏没死，就非得要上。控他一下，给他我这波可能会被凯隐反野，E给他留着啊，别用。把药吃了，别着急啊。大 E A 咬，别急啊。点，我们有红点的。不着急上啊。A W E， 这人干嘛呢？咬。再咬惩戒，咬，先走，等他 Q， 我们一起来，石头人到了，闪现走 ，A 一下拿下，打野来，反我的野小伙子，小心点，他们家上路啊。拿掉，然后把蛤蟆打了。这小子红没打，但我们去不了啊，我这波没惩戒，并且我们家上路跟中路他有点弱，所以我们去不了。我们这波只能打蟹了，把河蟹打了，先捆住，这样把盾给他破了。然后这边去上路帮一下石头人，虽然我没有办法把这艾克杀了吧，但是我可以给他减轻点压力，知道吧？最起码我可以给他减轻点压力。W Q， 那这死了呀，这小子。他直接上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杀了。石头人石头人没有 TP， 这边帮他推了。哎，中路把猴杀了，还行。这边等一下艾克啊，我们不是为了杀他，我们为了让他没有办法跟石头人再打，知道吧？来，一起来，三段不要打，抽一下。抽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， 一 W， 哎呦我操，他 Q 技能有点快，我用我的生命
来帮石头人推了一波线，兄弟们把泪目花在公屏上。先去一下下路，看看有没有这个河蟹啊，瞅一眼。那五级的猴下去干啥去了？玩呢？哎我操，没一起来。能打死吗？还行，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我想一那个小兵，先打个红啊，河蟹没有了。河蟹没有了，把红打了吧。等莫甘娜有大的吧，然后我们再去杀这个猴，先不着急。给队友打个信号，看凯隐在没在那个小龙位置啊。我们再打个蛤蟆。现在最好是去中上。去赶上去，下路其实不用我们都怎么去的都。下路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寒冰辅助是吧？来，这波往上走来，扫描一下。艾克可以杀。这为什么人会没了呀？这猴我操，这猴挺有意思啊，这猴要杀莫甘娜，那你不这不上当了吗？来往下走一波，这波往下走啊，这人双杀我要了。直接上来杀沙米拉，推中，打破溜，咬一口，闪现交了，跑得快。凯隐我们能杀他，如果敢过来啊，我们就可以杀他，看他过不过来吧。我估计他去中了，他应该是去中了，但我们这波先别出来啊，我们在这等一下。别急啊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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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有 E 不要害怕，他可能会闪现，好，直接 E 他脸上把他咬死。他们家红刷了，去把对面红打了。我不知道这艾克来没来，这艾克很容易来呀，怎么办啊？这艾克往我这边赶了，好像，没事，我们留个 E 啊。好，撤一撤，这波去杀个猴。哎呦我，EW 接 QA， 咬。打得过我兄弟，我们六级你五级你找我打。这波把凯隐杀完以后，我们拿点资源把这峡谷打了，峡谷打完一会儿回家去把下路蟹打了。
这猴挺烦人，我不打了。你中路线爱要不要？我直接回家了，这边他直接血亏啊！不是血亏，把莫甘娜杀了，那就不是血亏。直接把他咬死就完事了。帮你推波塔，兄弟。走，回家出装备去。石头人说他日炎差点钱，我们帮他打一手。我估计这边兵收完他应该够了，先来个法穿海，出一个暗夜收割者就行了。哎，下路两个人来了，我们先把红打了，不着急去啊。下路这两个人要死的话也是立刻就死了，我们不着急去。小惩戒把蓝惩戒给整出来，艾克乱配置没关系，在这等一下啊，看看寒冰是怎么个情况。回中路，哎，他来查眼了，好，这个位置没有视野，死了。这眼不排啊，给他放在这里，把这眼给他排了，让他没有安全感，但是又给他安全感，让他以为这个位置有眼，拉出来打，好像打不了，下路没了，艾克没了，开龙吧，我们这边只能开龙，蓝 buff 是打不了的啊。蓝 buff 很难打，凯隐位置没到，对面萨米拉没了，艾克也没了，我们这波开他们家蓝 buff 就有可能会被杀。来，去波中路，你上去勾引他一波呀？哎，好好 Q， 死了，好 Q。下路死人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去打一波峡谷先锋，把资源给他拿掉。在对面打野，在下路做事的时候，我们也得做到事儿，知道吧？我都没咋刷野，我们有点忙，说实话，有点太忙了，这每一路都得去啊。再打个戏，把峡谷捡了。艾克这边有大，来把对面凯隐红打了，直接大着猴来，直接大的 Q W 咬140。E 一下 ，Q 一下，爆惩戒飞起来，洛凯隐闪现走，莫甘娜来了 ，Q 中一 W 走，别让他进我们身体啊，让他进莫甘娜的身体没有关系，三秒 E，
EW 接走。哎，这为什么回头啊？好回头，躲他一个台啊，落下来咬一口，一个抠，抠死他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来个鬼数，再出一个黑暗封印，小美甲窃魂卷，莫干辣有点脏。这个一都没中，不应该呀。来下路，把沙米拉杀了。这沙米拉看见石头人，指定得往出走啊！我们来这边接他，他可能要送塔。哎，他不送塔。石头人有大，他不必死吗？再把来个 WE 对点，把下塔拆了，在这里扫一下啊。这里如果没有眼儿的话，我们可以安心的打这个三狼，把三狼打了。三狼打完，龙马上刷了，还有一分钟，先去把红打了吧。红打完去打这个龙。OK， 沙米拉没走。这个沙米拉，如果我们想杀，那就必须在没有视野的位置杀他。在他有视野的位置杀他不好杀。咬一下，因为他能挡我们家的技能，知道吧？他能挡我们蜘蛛的技能。这边沙米拉杀完，我们打小龙。哎，凯隐想抢，那抢不到的。先扫一下看有没有眼啊！打打打打打，这波可以打。把眼排了。用人形态来打这个龙啊！如果对面艾克来，我们先给他捆住，把他杀掉。石头人快点跑！石头人能跑了，就算你厉害，行不行？他们家凯隐好像抓你去了，打个蓝吧呢。石头人在那边给我们勾引了一波啊。这个猴，勾，咬。一起来，先溢这个蓝 buff， 别着急。哎，我操，这猴！这猴的虚区有点高啊，这得来个沙漏了。着急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落了。旁边有个蓝 buff， 主要是你懂吗？而且他交闪了。并且他是水银鞋，我们穿透不是那么很够，一套秒不掉他。老猴，
这回出装备出完还行，出完应该就能把他秒了。刚才虚区没太够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猴是真不怕死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猴老虎了，咱也不知道他虎什么。石头人有点惨了、啊，对，先杀凯隐。走，我们过来帮一波队友啊！闪现 1W 有接 Q， 先把这沙米拉杀了，再杀这个寒冰惩戒掉。那猴干哈呢？猴。咬一波猴，起飞降落，拜拜。炮惩戒 ，A 咬再 A， 我把这猴杀了，把艾克还给害死了。真的，这猴怎么啥也不怕呢？这猴就愣送。哎呦我操，这猴！我要有个钉就好了，来个钉。拉中了，我帮你追他。来，后边有猴啊，别急，瞅眼啊，吐一口，咬一下，交惩戒。没事，我走得掉，问题不大。我有石头人儿。泽拉斯在拆基地了，石头人也在拆基地了，让他们追，没事，追吧，硬追。看看有没有人儿啊，这里头。第三条小龙我们马上也能拿，把龙给队友给控住，这就是一个打野啊最重要的作用。一会儿得来个法穿了，这猴开始出魔抗了，对面应该不能易中。 W 炸一下，对面不应该不能开大龙，我们赶紧把小龙打了。三条小龙，右边 E 没有人。哎，这凯隐挺装啊，这艾克可以干啊，不用害怕，他秒不掉我一套，先把他大给他打出来。 Q E A W 死，先杀 ADC， 艾克也没有大招了。哎，石头人在后边出现了，先杀猴，来给我杀猴。操了，今天不把这猴给我杀了指定是不行。这猴啊就是有精神病，给我推。荡妇二连把我杀了，亏了吧，一波吧。
林墨一听，这像个水友啊，这是，这猴，哎呦我操！